欢迎大家来到斯里丹戎槟榔，这个由东家集团所开发的滨海大蓝图，同时也建造了岛上最豪华、最高端、最优质的 Andaman at Quayside 高级滨海公寓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此项目的高级私人会所，共有两层高。这里能带给你全新的非凡享受和绝佳的滨海生活体验。在我右手边呢，是此项目的休息室，你可以和客人在这里休息聊天。而在我左边呢，是瑜伽室和游戏室。至于下面一层会有什么呢？大家敬请拭目以待，我会带大家一一参观。这里呢是4.5英亩的水上乐园，而那边呢是多功能起居室，待会会带大家去看看哦。为什么说这里是多功能起居室呢？因为这里就像一个真正的家，配备应有尽有，连厨房都已经配备齐全。此外还设有饭厅、客厅，外面呢还设有户外烧烤区。这里是小型电影院，可供50个住户入场观看，而且周末还有免费的电影播放哦。在我这里呢，是各种不同区域的水上乐园，那里还有人造沙滩池哦。这里呢，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享受欢乐时光。在我左边呢，是非常漂亮的人造沙滩池，而在我右边呢，是非常适合小孩子在这里玩乐的湿地游乐场。这里是海滨跑道，连接整个斯里丹戎槟榔，住户非常喜欢在这里散步、跑步或骑自行车，在这里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。